iPhone 5 坐弯咗 ,1,2,3 整贵劲多啊。一支竹会二折弯。你哋便知道 ,iPhone 5有强国某文收藏，只要将电话放喺个后裤袋度一坐，咁就改装完成㗎啦，最近嚟到香港啦噃。上年十月先喺 1,2,3 出咗部 iPhone 5嘅陈生，早排坐弯咗部机之后，咪諗住就去整囉。点知 1,2,3 话人为损坏，要畀2,100蚊去整，仲话第二度冇得整添。结果陈生去到 Apple Store 嗰度问，虽然人哋都系话人为损坏冇保养，但系维修费真系要1,700蚊嘅咋，即系 1,2,3 贵咗成差唔多四嚿水。我哋帮阿陈生问过 1,2,3 啊，但系咧佢就未有回应住。查实 iPhone 5火过上几代，个 mon 又长咗，成个 remote 感咪好易坐弯咯，想好好保护佢，咪再坐住佢啦。